乡亲，咱继续来看，这个让人热血呛呛滚的画面。彰化县头一摆举办健美健身比赛，地点就选伫咧咱鹿港镇的鹿鼎国小，总共是来吸引245名好手来参加，来展现健美的好身材。选手比赛进行，先伫咧结实的金马线条顶悬过油，规身躯金光闪闪，伫咧一分钟的自由动作当中，完美展现规身躯的金马线条。彰化县县长杯全国健美健身锦标赛，彰化县头一届举办，就吸引245位来自各县市的好手，伫个鹿鼎国小的运动场，并看谁的身形甲线条上佳优美。今天是我们彰化县县长杯啊，全国健身健美锦标赛啊，首次在我们彰化县举办哈。因为我们这次的选手有来自全国245位选手报名参加哈，我们为了彰化县健身健美体育委员会啊，为了要提倡我们的健身健美的风气呢，啊，这次特别举办了这个活动呢，让我们所有的青少年学子有一个舞台啊，一个发展的舞台哈，啊，人咧讲哈，不怕没人才，就怕没舞台啊，利用这个机会呢，啊，提倡我们的健身健美的活动啊，让我们的一些青少年有一个非常完善、非常的这个健康的这一个活动哈，啊，非常感谢着咱所有咱这届对着这届赞助单位哈，包括着咱的彰化县政府哈，也非常支持这次的活动啊，有一些厂商的资助，让我们的活动跟这个风气能够提倡起来。选手一个一个排好队形，每一个人拼性命，又果是压手骨，又果是捏脚尾，就是想要伫咧评审的面前，尽情展现家己甲别人无共款的金马线条，希望摕到中华健美先生甲健美小姐的冠军称号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。